西也是蛮多的。那你在这里买东西？对。还好黑超商超级可能有美金可以换。明天再跟导游。对啊。你可以今天先来一下，他免得没有，他花钱都有在手，我都有说。那这段时间跟你讲 ，SD 真的会在。小心！24小时的啦。对，那边那个是什么 ？BIMC。啊？这边人看起来都很凶哎。哪个？我们在等什么 ？Pool。等那个门。20,100,200,000。我们预算只有270,000。没有，去买个啤酒，然后去买个东西喝，吃泡面。哦，这感觉很辣，很好吃。那你换完了之后再来找他那个啊。好啊。你先跟导游换，你先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啊。对啊，我们先逛一下。我看了，我都觉得，怎么都那么贵。那、啊、他们的便利商店会不会像杂货店呢？高级货，这里的高级。要辛拉面。泡面一定要的啊。这个好像有人说这个好吃。好，请拿。要现在吃拉面。拿拿拿。辛拉面多少钱？其实没有很饿啊。24,000。我们有要今晚吃吗？我要吃，我今晚都要吃，我很饿。辛拉面多少钱？哦，这好便宜哦。辛拉面比较贵。进口货，主食要花生吗？好啊，可是他要那个，我们今天那么椒麻花，辛拉面，48块台币啊，那也还好啊。你说那个很便宜，在台湾买很贵是不是？没有，在台湾买不到，这是他们这里的5500。我看到了。好扯哦！那这个也买啊 ，Pop Me， 还是你要查查看？泡面会吃坏肚子吗？它有思美若 Ice 的那个哎。它思美若 ice 的不同口味，那我这两个就6万了。你说？去拿篮子来吗？我本来帮装行李的时候还想装一瓶浴巾烧进去。不知道会不会被发现？没差啊，水的可以寄啊。是啊。明天再吃一个好，但这个一点点的要9000块，9000块很小啊。
不要买一些没看过的牌子，真的。上面有没有写几克？千万要小心。是饮料吗？哪里不是有网络？可以抓我的热点呢、啊。也有网络，可是它网络不好。你要买芬达吗？我记得芬达不好喝。你抓你的热点呢、啊？不用抓，你就用我的茶就好了，还抓什么？好。这个泰国的象牌啤酒。买一点。哦，这个象牌啊。那钱够不够？你们算一下，我们的钱到底够不够呢？我的两万，这个五十左右，这个因为我们拿这两万台币五百多，这个五这个十一块够了，这两个六万，六万，这是属于一瓶可乐吗？好吗？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六万是122，拜拜。